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天气凉了，今天吃一个老豆皮火锅，哇，漂亮。我们这个老豆皮的话，以前19.99发2包，现在发3包，29.99以前发4包，现在发5包，1包是240克，非油炸，不使用防腐剂，不使用添加剂的，放心去拍。传统工业。真好吃，看着老豆皮吸满了这个火锅里面的汤汁，要多香有多香，对吧？对，豆香味十足。哇，太好吃了。没吃过的一定要尝一尝。打火锅太好吃了，它还可以炒菜、做凉拌、开汤都可以的。这种天气的话，还是建议打火锅，对不对？好舒服。不吃辣的用清汤火锅也可以，对吧？好吃，3包5包划算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这个鸭血米粉，煮了个鸭血火锅。香辣脆，还有这个老豆皮，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。